挠脱别人的内裤呢？是不是我不够了哥，我不够？有没有尴尬？这个地方跟阿嬷那个地方嘛，这哪个地方？那个地方。哪里？这张皮床，这张皮床，我披着假面的你。台北市万华区。啊，这里呢居住一位八点档女神，也是我个人非常心仪的一位对象。这个地方呢是她的居住的地方，有一种诡异的气息，我总觉得背后有人。是啊，是谁？一二三，吓我一跳。是你们哦。来的。啊，是哪一间？这间呢、哦？对。啊、哦，这里是24楼哦。好，我的逻辑一贯就是哦，楼层越高呢，代表这个人越富有。有。哦，来。啊！啊！哈哈，你自己的家还会被吓一跳哦。嘉伟不得了，我从小关注到大。我嘲笑。你以前在大学生的美有就一直逗我在看啊，那我还有投票给你哎，我还有投票给你，你那时候不是当选那个什么南台湾宅男女神吗？对。嘿，我投一票，一票要算我，当然知道哎。好厉害哦！你以为我乱录的哦？我没有，我知道你都在做功课。我这，你这就见外了。我这个不是做功课，我是认真的有在 follow 你。哎，你们家是冰库是不是？这个门一打开哦，寒气哦，然后整个吹过来。啊，我刚走来走到上面，我觉得我背后一直有人在跟你，知道吗？啊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摄影师啊，因为被镜子反射了。对呀、啊。对对对，我们家这边有个风水就是壁刀啊。壁刀啊，啊，你有被壁咚过吗？这叫壁咚。啥虾块，你欠我的虾块，你到底当时要提出来？哇，我唔能提出来，我困。你困？我上爱人。哈哈哈！再写我的好哩。OK， 在戏里面也会有这样的。嗯，也是会有。也会有。赶快进来。欢迎光临。哦，对。欢迎光临。来，谢谢。我靠！你私生活好像不怎么检点哦。怎么说？这些男鞋呀、啊，你一二三四应该有4双男鞋吧？都是我的鞋啦、啊。啊，全部都你的鞋哦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脚比较长啊，我脚够大拇指很长，那大拇指很长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男生会比较长，就是我爸爸。哦，哎，爸爸长，爸爸那个妈妈一定很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那我妈妈喜欢短的，寿命比较长，对不对？就比乌龟还长。我上个月哈，我女儿最近喜欢养小动物，去宠物店啊，然后就看到一只小乌龟，那我就很好奇啊，我就问老板说，哎，这个乌龟可以活多久？沈先生，这乌龟你养得好，还能送您一程呢。有这种事吗？你反而高跟鞋没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因为平常就是穿布鞋比较舒服啊，而且我有时候上那个综艺节目就很方便。平常拍戏都要穿高跟鞋，很累。哦，对。都有这个静脉曲张。你看我都是穿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静脉曲张，静脉曲张。这种静脉曲张这样有没有？然后有时候站久了这个会浮起来，像今天没有，因为我今天还没有就是站很久。OK， 哎、欸，我干嘛拿你的鞋？喂，阿布，我总算等你 ，OK， 呵，再见面。嗯，迷魂香。状态吗？看你的鞋子还蛮赏心悦目，就是。哎，你放不放好的？啊，放 K 哦，现在就贵魂。你有强迫症对不对？你有排列整齐强迫症。稍微一点。因为我在我家我是大爷，你知道吗？我叫东西哈就丢，我老婆就会负责整理。啊，我早上起床哦，要工作要换衣服对不对？我就是把手张开，我老婆自动就会把衣服穿上来，裤子拉上来。啊，如果看我那边还那个的话，他也会把笑。我为什么自从跟我老婆结婚以后呢，我对别的女人完全不感兴趣，也没有任何人会像她这样对待我。啊，因为是吃着外胡啊，所以笑笑。你每天跟你在一起，你也会一直在跟她讲这些这么好笑的事吗？哎，不太讲哎，这也很奇怪。我每次在家里面看电视，有没有？然后看自己的节目，我就拍拍他，好笑吧？他无感哎。哎，我懂。我有一任男朋友也是这样。来看自己的戏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说我跟你看，然后你看吧。哎，你不经意的透露。对。已经是
4年前。哎、欸，那个是谁？是我知道的人吗？你讲讲看，没关系啦，都过了，事过境迁。为什么要讲这个？要啊，你跟我讲一下是谁啦？姓林的。林什么？林竹。对不对？我突然间想到，那就表示他心里面对他的评价就是零。对呀、啊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跟他讲的？在当中是他零。来来，哎，先把你讲完，你听你爱听爱听起来，来跟他呼吁一下。好啦，我当初讲气话不想要把狗狗带走，但是我事后我觉得我还是要想要把狗狗带回来，你还给我。那只狗叫什么名字？叫宝宝，宝宝，我想你啊，宝宝，爱上你啊，还是你爸爸啊，宝宝。没关系。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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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上你啊，宝宝，俺都快升天了，俺怎么见不到你啊？神经病。哦，爱读书的女文青，你现在还会学英文呢、哦？慢慢的想说学个英文、嗯、美人鱼的英文怎么讲？我教你一次哦，美人鱼一定要摸美的，你不要摸丑的哦。干嘛摸丑、oh. 摸美的美人鱼，对不对？美人鱼摸美摸美，凉鞋上有三朵花，凉鞋三朵。嘉伟拼了命要爬上金字塔，金字塔拼了命 pyramid。 全身充满罩门的，罩门炭治郎。对，我是在北路。对对对，这个我妻善逸。Q 版的，嗯，对我妻善逸，讲话都很夸张。我真怀疑哈、哦，我妻善逸个性是按照我的方式去人设的，啊，很多朋友都以为中文版的配音是我。啊，爷爷爷爷爷爷，我就是学不会，我永远只会这一招，爷爷，胖打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在这个地方？我的头发变橘色的，为什么？每一只呼吸，一只吸。好厉害哦！哎，我是真的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好，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精神，好，礼物大接力，把爱传下去。哇，这玩意儿哈，我跟你讲哦，也这个也是女神等级的，啊，你一定认识，而且你对她赞不绝口绝口。啊，云溪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完蛋了！云溪，你不知道？我要 say sorry， 我真的没有关注这件事。你知道她是哪个领域的吗？不知道。她是那个乐天女孩的。乐天啊，你可能、哦、也是个团体。啊！拉拉队，拉拉队，拉拉队。来，三二一。好、哦，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这个好适合你，这小靓仔泳装，哎、啊，你还当过那个比基尼小姐，对呀、啊，哇、哦，你看今年啊，今年、啊、比基尼辣妹，哎、欸，我因为知道是你哈、哦，我还特别哈、哦，因为我知道你很有料哈、哦，你看这个是大 D 小一呢，嘿，大 D 小一呢，我还特别调查过你的三围，特别帮你准备大 D 小一。我们在录影，你那边动不了。你当我在你家真的在聊天。这本来是云溪穿的啦，啊，我怕卫生的问题哦，哎，我回去还特别帮你洗过呢，啊，我自己也穿了一下哈，确认哈，那个不会过敏。礼物，但是也不能随便乱拿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小游戏，有一个小游戏。我讲，我们这个游戏是要比什么呢？脸孔辨识啊，非常难哦。像我脸孔辨识就有障碍，我哈、哦、文字的东西哦，过目不忘，一目十行。可是脸奇怪，我看过很多次，但是下次再见到呢，都还不知道他是谁。或者是在路上，啊，一直有人跟我打招呼，林妹，林妹，哦、你瞎人，我林木啊啦，我瞎人。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演技很拙劣？我这辈子最大的罩门呢，啊，就是不会演戏。怎么会？我从刚刚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都不知道你哪一句话是真的，哪一句话是假的，就觉得好厉害哦。对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我就这样过了一生。而且你都是这样讲话，笑柄后。啊，笑柄后啊，你讲我是笑柄后，那跟老狐狸有什么两样？不要再闹了，赶快按右下角订阅。追踪，开启小铃铛，支持
威廉婶欢乐颂。从正常还在叫呵呵，啊，突然发疯，啊，五秒之内发疯，你有办法吗 ？Action。安乐，讲哦。你干啥打你啊？现在你辛苦。阿姊，阿姊，你唔得啦你，阿姊，我都偷睇你的内裤呢，你真歹。老公，你为什么要偷别人的内裤呢？是不是我不够阳光，我不够？不是，因为你那个是假的。我是假的，告诉你后面摸都没有我的好摸。你那摸起来像石头。你不要那么认真。来，面孔辨识，第一张是谁呢？三、二、一。我知道他，我知道他。谁？但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不知道，我猜是罗志祥，但是这刘德华的没错，这个还会弄错就厉害了。来下一张，他是谁？美国队长。好，美国队长。好，罗志祥。来下一题，他是谁？陈大天。张立东。你是不是讲大根？他会生气哦。张立东会生气哦。噔噔噔。来下一位。纳豆哥，纳豆哥哦，这很容易哈、哦。他是谁？安心娘。OK OK， 给你呼呼，给你呼呼。他是谁？等一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大哥。不知道是谁？我知道大哥。他会记仇哦。台西郎。台志远答对了。好，来下一位。里奥纳多皮卡丘没有人。对对对，里奥纳多一卡皮箱。他是谁？小劳勃道尼，钢铁人，钢铁人，这个都算简单。他是谁？他是什么什么小子？小不是小子，他是什么什么？漩涡鸣人。我的歌里面就有漩涡鸣人啊，管他直鸣人、松鸣人、哑鸣人、欧阳鸣人、双簧鸣人，还是漩涡鸣人，还是鸣人，从外太空找到新天空。算了，你也好没听过这首歌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有过，好了。那恭喜你啦，这出都是你的呀！啊、yeah, 哦，来来来谢谢 ，OK， 我等一下会明察暗访啊、哦，我会干走你一样东西，要送给下一个人。来参观他的房间，这完全私密处外露，为什么呢？大门一打开，直接面对私密处，这个在风水学上来讲叫做私密处外露。谢老师上次不是这样说的，根本没有这样讲。有，张维忠跟我讲的。哦，你还有点小问题哦。开门见灶，这是厨房。开门见灶，脾气暴躁；开门见厕，钱财难测；房中有蛀，进门就吐；门口没有花，妈熊也会花。搬家吧，哥哥买给你。全家人吗？会有点风水。真的，真的。所以你自己住进来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？你住进来一年多了，对不对？一年多没有拍戏了，对不对？十一，你看吧。哪有？我。但是你的这个主卧算是非常朴素的，看起来很平凡。人世间往往是这样，越是平凡处越见玄机。以我多年的。去哪里？生活的阅历，你现在在惊到不？对，因为我男朋友在家。我和你结婚这三冬以来，你一日敢在后边偷来暗去，当作我是空的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创啥。嗯。红的，你别安尼啦，别安尼。这张面床，这张面床，我闻到嘉明的味，嘉明，你的你别见笑，你吓死吓死，啊，你嘛是同款，你安尼，你背着我在搞男人。我在演戏，我入戏的，我入戏的。我可以入戏啊！你入戏啊！啊！花钱装潢不是奢侈，而是一种感受，一种心态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灵魂的表达。不过大多数人呢是没有这个表达能力的，因为没有钱。趁你以前没有被拖鞋打头，打这个有一种快感，你不觉得吗？有，对啊。刚打你，我觉得我感觉得到了。我跟你讲啊、哦，知道你们有多开心。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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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
老师都不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隔壁那间是什么？我的，我刚刚一直眼角余光有瞄到，但是我无法自信，你副业是有在卖成衣吗？你怎么会那么多？小心哦，小心。那么多的衣服啊！因为那个演员，嗯，服都是自己要买的。哦，各式各样的戏服。但我其实已经清很多，因为我就是没有拍戏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直播二手拍。嗯，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很好啊，就是用二手拍的方式把它处理掉啊。你不要做女性市场，我们做专做男性市场。哎呀、啊，一定很多爸爸会买。就哎，刚、欸、听说他是真的有人会跟他买。对、嗯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有对 啊, 啊，有人跟你买过丝袜，竟然会要你的原味丝袜。所以我说这个社会形形色色啊，什么怪人都有，那完全不可取啊！拜托你，人家给我两双，你买过丝袜？就是你。最近没有拍戏，没有丝袜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来来来，哦，这是哎非常干净整齐啊，芳香的浴室啊，不大啊，但是呢五脏俱全就是了。对，亮点啊亮点啊，还说你是多单纯，还说你这边很无聊，我就知道呢一定给亮点康康哎，鸡蛋再密也有缝，给人卡巴安诺啊，猫旁情趣用品啊，你家哈。你实在吼，我咧去用夹长的。我来讲。嗯，你阿公呀，你卖去改水啊？这样。这个是电棒卷。有没有尴尬？这个地方刚好要磨那个地方嘛，这。哪个地方？嗯、那个地方，就是我有阴蒂，你有自疑吗？对不对？我有射精，你有地位吗？第二个，啊，这个就是今天的礼物了。节目的尾声哈，一般是这样啦，因为女神嘛，人人爱。嗯啊，现在又单身，所以很多观众一定非常好奇，基于想知道说你的择偶条件，身高多少？身高是比我高就好啊。你几公分？158。那其他的条件？男人很重要是什么？就是说要照顾你。哎，要有责任感，就是没有责任感的话呢，就是你不想负责，那你就得要付钱呐、啊。不是这样也。也对，你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一个不愿意负责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起码他要付钱了。我是没有这样想过。对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会变拜登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做白宫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发现你的大问题，因为你还是活在那个少女的浪漫情怀当中。我拐你感情的得孙啊，一般哈、哦，年过30以后务实一点呐、啊。啊、哦，可能就比较重视相处、重视生活的啦。啊，你如果真的没办法，真的找不到对象，你也不宁缺毋滥呐，你也不要哈、哦、这么将就。啊、哦，必要的时候就这鸡嘛，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甘愿用这鸡，都不要委屈自己。好。啊，这鸡万五要被炸到，你不会难过了哈、哦。啊。如果依依不舍的话，办最后给你5分钟，你去用一下。用什么啦？夹头发啦！去弄一弄啊，对啊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个我送给下一个有缘人。好啦，嘉伟，真的非常感谢来这里，非常开心，依依不舍啊，多想就成为那个房间的男主人这样。谢谢。OK， 改善一下那个问题啦，开门见足，我私密处外露。OK， 好，那谢谢啦。好，我们微电省欢乐颂啊，继续出发了。See you， 拜拜 ，Thank you，Love you，Together forever， 拜拜。对，我们家以前的狗多好笑，哎，它3岁的时候被坏人追，哦，一直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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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追了10几分钟，坏人不见了，啊，它自己还讲话，的嘞，累得跟条狗一样。好无聊。可是啊，我在想他之后会不会不能配音了，因为帮三一配音的人有得的习惯。哇，怎么那么悲伤啊？好吉利，有开开心心，你讲这干什么了？被你讲这个消息，我再录不下去了，我回家了。对呀、啊，每周五晚间9点就在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威廉省欢乐颂等你哦 ，Good job。